这是丁真，我现在在美丽的高原之城理塘，理塘非常美，而且有一个更美的，你们看看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真。和丁真的相遇是一个美丽的意外，我以前并不太了解他，但是我见到他以后，我就特别喜欢他。他积极阳光，而且让我最为感动的是他特别特别的热爱学习。最最珍贵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学习，你爱学习。如果一个爱学习的人是一定是最美的，谁在照顾你，你知道吗？观音菩萨，他在看着你啊。在和丁真接触了以后，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丁真。高原孩子的淳朴善良，那种积极向上，那种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那种精神，在丁真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同时，我也意识到，丁真他特别特别的渴求成长，他希望长大成为一个汉子。丁真跟我说，他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尽快的学习知识，长大，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家乡，爱上他的家乡。他特别特别希望长大，黝黑的面庞，宽厚结实的肩膀，骑着骏马驰骋在他的家乡，驰骋在他的草原上。你再看一下呢，老师，你再给他看一下。这就是另外一个丁真，他会成为一个很棒的高原的汉子，康巴哈人，很成功的。以后你会像格萨尔王那样英勇，然后在草原上，草原就是你的王国。对，看一眼，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但是有点人了，对，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请让我再悄悄